本次展览呢，选取了106件杭州地区民间征集来的玉石器，根据它们的用途不同，分为文玩玉器和配饰玉器两个单元。我身旁这件展品呢，明代子母师细球玉摆件，是本次展览中级别最高的文物。明代时期呢，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出现了这样大块的整件的玉摆件。